你们健身房外面有怪怪的人，怎样？我刚刚在末退的时候，他说摸一下我胸部要送卫生纸，太扯了吧！你要给他摸吗？怎么可能？太变态了吧！不能容忍这种行为，他在那里，你拿出去就得看到他了。过了二十岁去健身房，就应该穿得成熟一点。